大家好，我桌面甚至是三角梅之角，上次给大家发布过一篇作品呢，就是关于如何做修剪的，让它能够快速的长根长芽的。这一期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如何做扦插，让它快速的长根长芽的。接下来呢，就分享一下所用的植料，扦插植料，分别有蛭石、珍珠岩、营养土，基本上就是每样一份就可以了。另外在里面添加一些河沙就可以了。这样配比的话，不会造成板结的现象的。很多花友不懂，就是直接用一些纯泥土，就是淤泥给这个三角梅枝条做扦插，其实这样扦插成活率是特别的低的。然后就是把这个植料装到已经戳好孔的营养杯里，就是水杯里就可以了。把我们准备好的三角梅枝条扦插下去就可以了，扦插的深度大概就是十多厘米就可以了。给它插进去之后呢，为了巩固它的根快速的生长，可以用到这种快速生根粉给它兑水融化，浇灌一次，浇灌透就可以了。放到一勺，给它直接浇透。浇透完成之后，就是把它放到一个潮湿、半潮湿的环境，让它慢慢的生长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期呢就跟大家分享三角梅如何扦插，让它快速的长根的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，不要盲目的扦插，这样是很难成活的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，可以私信或者是留言问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，让大家扦插出更好的三角梅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